大家好，我是艾菲尔，为您播报7月13号礼拜三各星座运势。首先恭喜的好运星座有天秤座，在今天呢精打细算啊，身材有道。金牛座的朋友呢则获得了网络约会的好运气，彼此有好感。双鱼座的朋友呢则安排度假旅行，享受悠闲时光。两名星座今天特别小心，分别是双子座的朋友哦，网络的购物呢产生了交费的纠纷。牡羊座的朋友呢则是受到了大鱼大肉的影响啊，健康失调，小心便秘问题加重。各星座在今天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请你用象牙白的颜色数字1，土象星座请你用紫色数字4，风象星座请你用粉蓝的颜色数字7，水象星座请你用卡其的颜色数字3。